可以把折耳根当饭吃了。好香啊，好啦，来一碗烫烫的抄手。伸张。
林妹妹，我们今天做个红烧排骨啊，先把那个排骨放锅子里面焯一下水啊，锅子里放油，然后油老了，放点这个姜。然后再放排骨啊，然后排骨爆一下，放一个我们家这个夜一红烧酱，这个红烧酱现在是有活动啊，19.9发八包，平时只有4包，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活动啊，姐妹们可以拍回家过年的时候用这个炒，用这个炒红烧鸡、红烧猪脚、红烧鸡腿、红烧鸡翅等等，红烧鱼都可以的啊，颜色好看又好吃，不需要放盐的啊。放入我们家这个调料酱，盖上锅盖煮啊，红烧排骨差不多出锅了啊，汁差不多收干了，已经做好了，姐妹们，你看热气腾腾的，来，排骨已做好了啊，真香。